他还能教人打球。嗯，你看这个球如果打反底的话肯定被这个球挡住了。走，过去学学。啥杆法呀？二人队。还有这杆法，我咋从来没听说过？哟，婷姐你来了！我还以为你能好好教人打球呢，整半天还是玩赖那套啊！不是拐弯处罚，刚研究的。除了玩赖，不会别的。我来教你。你这都挡住了，你咋打？你能打进，我全吃掉。好样的！怎么样，清蒸还红烧啊？算了算了，你说的都对。球瞄准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先绕过这个障碍球。球，然后出杆一定要快，然后稍微一发力，它就会来。看他跑了。金姐，他好像把台布打坏了。以后这个人不让进啊。怎么又是你、啊？出去，出去！哎，不是，别打，别打，不打，不打，别打腿。说吧，你来干嘛的？我学了个新绝招，无限阅读。不是无限阅读。打倒看，今天你开球，体力活你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等等。又闹什么幺蛾子？我们小区有规则的，你倒要让我一个。哎，五个吧，要不然六个、七个吧，我还没让过人七个呢，七个。哎哎，我不要面子的，两个。来点纯净的味儿，一九六六做头事，偶尔也有坏习惯，我爱生命做头，日本姑娘夕阳之下。八号底带啊！哎，萍姐，你敢不敢戴眼罩打？哪来这么多花招啊？评论区教我的。無限つくよみ。啊？嗯？一条直线，白球不碰到八号球，怎么可能会起带？你不许发。無限つくよみ。嗯？我听到进球的声音了。你哪打进了？我自由球啊。这什么？哎，老板，我少个黑八。哎，老板，我这也没有啊。放下。